是怎么回事，旅行者？因为我的帽子，你变成小猫了。啊，确实是小猫。这么大的小猫，帮我变回去。放心，听话的话就帮你哦。这怎么好意思出门？好帅，帮我身上，这样就可以出门了吧？那是克洛林德吗？不是，马官这么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戴这个头套就认不出来了。有道理，这个克洛林德。早上好，克洛林德。好巧，克洛林德。嗨，克洛林德。穿衣服和身材一下就认出来了呀。你是说你戴头套不穿衣服？为什么把我关在箱子里？这是薛定谔的猫娘，我现在介于猫娘和人的两种叠加状态。原来如此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再给你最后一次，及时删个模组就行了。删除，真的消失了。幽默呢？小心删除了。你是真没把我当人呐！